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许。那这一次的这个七周年活动呢，里面有一个这个 OMAX 七族狂欢的活动哈。那总共会分这个七个礼拜来举行哈。那在每一个礼拜呢，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种族。那这个今天12月30号呢是第一个礼拜，那他就会送你这个神族的其中一张卡片哈。那卡池的部分呢，之前官方有公布过了哈，就是包括亚伯翰啊、梵天啊这些的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七族狂欢，我会抽到什么吧齁。那当然里面有好的也有坏的，我当然不可能全部都是比较好的卡片嘛。那因为他送你的话就是直接是 OMAX 的。好，抽出来是黑金卡片。看一下是什么。居然是黑金的。乖的很好，因为抽出来就是直接是最高级的状态了哈，所以因为它这个经过潜能解放的关系哈，堕天系列，所以抽出来的话是七星卡片，所以它是黑金卡片。好，那这张我已经有了啦哈，那就祝大家能够抽到自己想要的卡片啦哈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喜欢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右下角帮我按个喜欢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